什么神烦？你有看过凯特琳一开始会点书烦的吗？一开始就是夏洛熊，一开始就是智障啊！一开始就很想喷他们的，他妈的，后面还是各种二，那就不啰嗦了。提莫啊，还要解释什么？两个废物，一开始就很想喷他们了，妈，后面已经打回来了，又要送，那就来啊，要送就来啊！我是想送到你，送到怎么样都认不出来，操！现在看一下要出什么。Reporting in. Thirty seconds until minions spawn. Minions have spawned.这个提摩吃兵怎么那么难？提摩怎么那么难吃兵？没摸啦！你他妈的，你以为你 Q 得很爽啊？First blood. Yes, sir. Yes.
这样是他亏啊！你看他才刚五等而已啊，他亏很大、啊。我是越亏大、而且那个时候一个 Q 加一个点燃，我觉得好像死不了啊，好像要多两下普攻啊。我一定要跟他换死啊，因为这换死了他就很亏啊。他才刚五等而已，我已经要六等了，我吸完这波就可以六等。啊，然后有些人一定觉得说，为什么我要出吸血鬼权杖？因为我觉得有一点难尾兵啊，顺便增加一点自己的回复力啊。提摩也是。提摩的尾兵也是一门技术啊！啊，你看他那疯狂 poke 我也是不痛不痒，反正我一下就吸回来了。因为他出圣杯了，他出圣杯了，那我看我要不要压爆啊？哦，他光 Q 我就快把我 Q 爆了！不要！1, 2, 3, 4 哎 ，No！ 赶快自杀！啊，来不及了，完蛋！各种一打二啊！什么的 Red Man 不在话下，不过他现在好像改去玩中路了。这个我看他的实况几次他都在玩中路啊，好像改玩中路了。我的这石头人真的超戳的、欸。
不代言啊，哪有人玩提摩的代言的、啊？他的大局就是眼啊，他大局是强化的眼啊，视野没有，视野没办法。这个基本上打石头人就是你只要他会一直 poke 你，你只要像我现在回血比他 poke 还快，他就爆了。啊，出了一把陨落王者，这样子攻速应该够了。13分钟，我们已经把对面的三塔、什么小龙什么的都掌控了。我们家经济大概领先，大概领先，快万，因为他们的 CS 也都超级少，这个领先的幅度非常的大。这个时候你知道领先的时候要干嘛吗？领先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嘛，要去对面野区入侵嘛，就是插眼然后入侵。这个时候就是我提摩发挥的时候了，因为我有免费的眼啊，各种。只是嘉文有点软的、啊，哦，他没出防装。到底死不死啊？哎，死不了哎、欸！好，过来了。哦，中路已经打起来了。OK， 我就知道来咯，这个凡每次都很喜欢秀技术啊，还想杀人啊。光盾，我操你个嘞！光盾，在说笑话吗？Unstoppable， 1 2 3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
Nominated. One, two, three, four. Two, three, four. 回去了。 石头人怎么会这样子直接撞啊？ 我们出完纳什之牙就要开始充血，这个因为对面基本上都是 AP 伤害，那个凡已经烂掉。 凡跟嘉文已经烂掉了，所以我们要充点血，挡住对面的那个 AP 伤害。我要先等我出完纳什之牙，这纳什之牙根本就是提摩的专武啊，有专武不出是白痴啊。 这个尾刀。 啊，又是成功过。阿白。 有点准。
感觉我们五打五根本不是对面的对手啊，我们都什么小丑啊、杰啊什么的，还是要分推啊。五打五完全打不赢啊，小丑、杰、提摩什么的，这个能够打赢也是奇迹啊！一起吧，谁跟你一起？老子去分推，哎、欸，你破中。我们现在，我觉得会在我们稳输啊。对面石头人、嘉文、史哥、凡跟纳米，我们现在就看我一个戳爆他们所有人啊！啊！我以为石头要撞，那我有一个闪现。然后是各种吹捧啊，各种耍，把对面当猴子耍、啊。香菇。哦，史哥又送一次，传送送头流。没有哦，没有哦，他杀死了 EZ 哦，有点猛。啊！太多人啦，小丑，不要再耍小丑啦！
哦，接待上路 BD。然后这个石头人在上被杀掉了。啊，回家出个装。炸科硬把上路偷掉，这个选择一定是对的。这个把上路偷掉，对面三路爆啊，我们基本上就不可能输了。虽然对面清兵能力有死哥啊，不过你也知道，这个三路爆就 GG 了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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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会开大，完蛋，我死定了。不开大我就死了，死了。啊，对面现在是光守家就守不住了。而且死哥刚刚浪费了他的大，等于说他下一次没有大。这有的时候真的，这个不要以为说有人头一定要杀大，有的时候对面是一个 SUP 我就会考虑不杀，或者是那个人他已经没钱了，我就会考虑不发大。当然这个后期每一次大更关键了，因为这个死哥现在至少要100秒才有大，不到100秒应该是70-80秒，反正就是我们下一次会战打的时候，他不可能有大，对啊，他死就死了。你看他现在已经要死了，就死的跟个无名小卒一样啊，因为他也没办法开大。啊，继续了。哈哈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